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多项式哈。多项式哈，是怎么定义哈？就是形状像这样子的叫多项式。比如说三 x 四次方加五 x 三次方加二分之一 x 呢？这个是平方加根号二 x 加0.4号，就是说哈，形状像什么呢？像这种的，就是说 a n 啊哈 ，x n 加上 a n 减一 ，x n 减一，等等等，加 a 一 x 再加 a 零，像这种我们叫做多项式，啊，像这种的话就不叫多项式，有根号的。或者呢，这个哈，这个我们称为不定元，它可以是一个数，好，实数、复数、分数、有理数、无理数都可以，甚至哈，它也可以是个矩阵，哦，比如说像这种的，哦，一二三四，像这种的。不过的话呢，我们哈，通常都是呢讨论实数了，哦，就 x 的话，通常呢是实数。那这个我们叫不定元。那如果的话哈，如果它是一个数的话，那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变数。好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多项式呢，这个我们称为次数。这个次数呢，一定是非负整数。哦，你如果是那个有理数的话，比如说根号 x 的，像这种就不是什么，不是多项式。啊，甚至你取绝对值，这个也不是多项式，哦，啊，甚至呢，你如果是在分母的话，这个也不是多项式。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多项式的次数、项、系数与常数项，就是一个多项式的话，哈，它最高次数的系数不是零的话，那我们就说呢。这个多项式呢，它的次数是最高次的次数。比如说这个多项式好了，这个我们称为四次多项式，因为它最高次数是四。好，哦，啊，比如说像2x 平方加 6x 加 3， 这个我们称为呢二次多项式，它次数是2。好，再项，项的话就是说。这个多项式啊哈，这个不同次数的多项式哈，我把它用呢加号连起来，那像这个的话就是三项式，啊，这个有三项，啊，啊如果只有一个的话，那我们称为单项式，比如说 x 平方，这个我们称为单项式，还有系数，系数的话就是说 x n 次方的那前面的那个数，我们叫做呢。系数，哦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是，四次项的系数是三，三次项的系数，二次项的系数是二分之一。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那常数项，常数项就是说，这个不带 x 的，事实上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x 零次方 ，x 零次方它前面的系数，这个我们称为哈，这一项我们就称为常数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多项式的排列。排列的话，哈，有两种排列啊，一个是降幂排列，这是最常用的；还一种叫做升幂排列。比如说像这种，这个我们称为降幂排列，就是说它的次数啊，所谓幂的意思哈，这个幂啊，降幂排列，幂的意思就是次数了，它次数呢越来越低。那这种排列方法，我们呢称为降幂排列。这个降幂排列为什么要用这个降幂排列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加减乘除的话，你呢把这个次数哈由大而小排列的话，会比较好处理。好，啊，什么叫升幂排列呢？升幂排列就是说我次数呢越来越大，这个我们称为呢升幂排列。比如说什么四加三 x。加 2x 平方加 x 三次方，这个我们称为升幂排列。
不过我们通常的话呢，惯用的话是用降力拍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同类项。所以同类项的意思就是说哈，你里面的话哈，比如说 x 的三次方，四 x 三次方，跟七 x 的三次方，这个次数相同的，这个我们称为同类项。哦，这个同类项的话，你如果有个加号的话，它可以合并，相减的话，那可以呢，我直接把它一减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哈，我们呢，我们看看呢一些例子哦，就说比如了哈，比如这里说 x 的三次方减2 x 平方加5 x 哈加一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三次多项式。哦，这通常我们用的这个符号写，就 f(x) 哈代表呢这个多项式。那我们就说它的次数是3的话，我们就说 DEG FX 哈，这个等于3，老师代表说这个多项式它的次数是3。好，那呢这个还有这里是说 X 四次方减2 X 哈加3，这个是一个四次多项式，因为它的最高次数呢是4次。哦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是4 x 平方加2，减2 x 加6，这个哈，是一个二次多项式，哦，因为它最高次数是2。还有4 x 三次方加3 x 加6，这是一个三项式，这是三次三项多项式。哦，还有这 x 平方加5，这是二次多项式，它次数最高是2，而且它是两项，哇，这个是两项多项式。好，那这个多项式的话哈，可以呢被什么加号跟减号把它连接起来，啊，常数项呢，像这个就是常数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里有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说4 x 平方加3 x 加6，那么呢平方项的系数是4，一次这个一次项的系数3，常数项是6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同类项的话就次数一样的。好，啊，这里的话看例子，同类项的例子是说2 x 平方负3 x 平方，这个是同类项。好，然后负2 x 4 x 的话呢是同类项，啊，像呢负4 五分之一，这也是同类项。啊，同类项可以合并的，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多项式，比如说是3 x 平方加6 x 加5，再加多少呢？7 x 再加4，再加这个5 x 平方。那这里的话哈，它有次数一样的，这我们叫同类项。同类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合并。我们呢把 x 平方哈当成一个数的话，那我们晓得哈，这个数的话，乘法对加法具有分配率，所以我就可以把 x 二 x 平方项提出去，变成3加5的 x 平方，就是3 x 平方哈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3乘以 x 平方，那 6x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6乘以 x， 就是6个 x， 这是3个 x 平方，这5、哦、5个1啊，这7、啊、所以1的话这 x 是0次方，啊，7个 x、哦、4、啊、这 5个 x 平方，那这两个可以合并，就3加5 x 平方，啊，这两个也可以合并，6加7 x，啊，这两个的话呢也可以合并，这个是5加4，啊，这样的话合并完以后就多少，就是8 x 平方加13 x 加上9。好，那我们说两个多项式的加法就是根据这样子
就是说同类项可以合并的方法，然后的话呢，就可以呢把它给写成什么呢？写成这种每一项的话，它次数都不一样的，它的那个结果来。